更奇怪的是他有我的 LINE， 我光 LINE 就封锁他三次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我的 LINE， 吓死我。杨秀慧说自己不断在脸书和私人账号上封锁对方，但这名疯狂女粉丝人会找到她，她坦言也想过搜索对方或报警，但总是会犹豫，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，警察会不会受理。至于换账号，因为要通知太多人，因此也不可行。对于网友大赞他桃花很旺，杨秀慧无奈表示我希望是男生，他并表示自己在理说出来是想借此警告对方，等我气到疯我要公告他所有一切。而粉丝也建议杨秀慧快点报警，因为此人已严重干扰到他的